走吧，我们现在要进去了。So I'm just gonna have you sign this waiver, and I got a few rules to make sure you stay. 今天是一个 farm 的地图，进去之后我们就会按照这个顺序来。Have a great day. Thank you. Come on, baby. Come on, boy. Hello. Hi. Draw, draw. Boy, boy, boy. Come on. Oh. Oh, oh.Oh. Oh, good boy, good boy. God. 哇，它真的好大呀！能走了吗，先生？我不想再喂它了。Let's go, let's go, baby. Let's go. 它怎么老吃你了？它老吃我。哦，这是一只小牛。小的。哦。好吃吗？ Is that good? You like it? 摸摸它，摸。这嘴里咱没吃树哟，哦，小的，它好温柔啊！这只小小牛在吃奶。哦，它来了，它来了，它知道。He knows。你左右开工了，现在。哦。You're a good lad。啊！哦，大哥了。Dude, that's enough for today. Okay, it's the last piece. Hi. Yum yum yum. Oh, 掉了一把。Hey. Oh, you're so smart. Oh, friendly. You're too friendly. Come on, over here. Y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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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m.哎，这别怕，别怕，别怕！你必须！我操！你什么服？洗脸，这件事是在洗脸。又来又掉！啊！我想去喂小鹿，它不给我机会。你现在只要一开窗，这个牛就扑上来。他又来了，来来，小鹿，小鹿，小鹿。哦、oh. ，牛来了，牛来了，牛来了！啊！牛要来！哇、啊，这个牛一直在追！我看这个车玻璃也被牛舔了。You're a little mad. 牛吃了。哦。哦，哦，嗯。哦，拜拜。拜。我没有瞅着。Call it a day, 我们两大包面包都炫完了。哇，这牛太费面包了。哦，这小鹿还在这儿疯狂的想舔我的车玻璃。我们现在终于从野牛的喜气节中逃脱出来了。现在要去吃饭了。嗯。现在到了山顶，对，到了 hiking 开始的地方，到了阿拉斯加，然后现在下着这个雨夹雪，然后这个气候刚刚跟我们山顶开过来的路完全不一样，但是这真的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哇，真的还挺冷的。
Beautiful view. 现在准备吃个晚饭，喝点酒。You ready? Yeah. Let's go. Let's go. Go.已经晚上九点半了，但是外面的天还没有完全的黑，而那边还可以看到一点晚霞。Beautiful thing. 就是 Canada. 湖的对面就是 Canada. 走到路上突然发现这里多出来好多锁。Port Angeles 那个灯还挺好看的。对。Port 就是港口的意思。Yeah.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叫 Angeles 港口。Angeles. That's a good point.你知道我看到这个大海，我想唱一首什么歌吗？每当噔噔噔噔噔，如果大海能够唤起我的哀愁，你现在快把我带跑偏了。我想唱的是大海呀，大海，什么样我的地方，爱了。Airbnb 有咖啡机，我们从抽屉里换一个胶囊，喝一个免费的咖啡，看一看指示。现在就等它 ready to brew 就好了。
山。Let's go。没东西了。Oh shit.说坏了今天终于有个登山的样子了，有个 hiking 的样子了。What do you think, Luke? Good.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最近的安排。昨天的话，我们就是待在 Port Angeles 这个地方，住了 Airbnb。昨天我们还去了 Hurricane Ridge， 就从这里到这里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今天我们来到了 Lake Crescent。哦，这是水流 ，Creek。这个会比较难，但是我们决定不用非要爬到山顶，爬到一半就可爬到一点累了就回来。这个会比较陡 ，Look at that， the elevation， 这个可能会对膝盖不是很友好。哇，这红木很 fancy， 喘上了，咱就是说。小年轻爬爬山喘上了，喘起来了，测了一下心率，我靠，149 crazy， 走这个 elevation 高的地方就是路太陡峭了。我们先决定以安全为主，把相机放在书包里，然后我们一会儿爬到山顶再见吧。See you。到顶了，本来说就是，本来寻思也就走个10%-7%，上面就是顶了。但是它不是一个观景台性质，所以我们不打算上去了。而且这整个这最后一个 mile 都是那种
unmaintained road， 就最后这一段连个绳子都没有，所以我们感觉安全起见还是，而且我脚有点磨破了，所以我感觉打算就下去了。经历了将近四个小时之后，啊，我们刚上来的时候的入口。What are you doing, Lou?哎呀，这儿特别小，这么小啊你？好可怕。By Storm King Trail. Now, what's the biggest takeaway? To never wear a working boot. 要激情爬山，一定要带好充足所有东西。水。在爬长途的。我们一开始一共带了三瓶。两瓶不太够。再背，不要背着电脑爬山。How stupid am I? Full stop. Can't believe I live in your thoughts. Alright, I'll see you in the car. 如果你可以给我你手机看一下你那个 All Trails 那个记录吗？来吧。这我们今天走的路线，走了 5.2 mile， 2283 feet moving time。太忙了，我已经累得不行了。再见了。我们就西雅图见吧。我们中午打算去吃个饭，然后就开车回西雅图了，大概会三个小时差不多。来，我们西雅图见，拜拜。